现在的猪肉价格啊，真的是一天一个价，外面的市场猪已经涨到了16-17块钱一斤了，可能再过一个星期左右，有可能会突破20块钱。但是我们啊，以往不计，全部都是使用坚持啊，坚持使用新鲜的五花肉。来给大家看看，我们的猪肉啊，每天保持都是这么新鲜的，不管猪肉的价格多贵，我们都会同样啊是保障品质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1000斤的猪肉都没有拿够啊，所以说现在的五花腩量是比较少的。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家的猪肉也都是每一块都是合法合规。我们既要保障品质的同时，我们现在的扣肉价格依旧还没有涨价。如果你们也想吃到这种新鲜猪肉做的扣肉的朋友啊，直接点我头像进我直播间，像我们现在还没有涨价，可以抓紧时间多下2单。